有爱心使者三星奶妈。啊，警察来了。众所周知，爱心使者击败是爱心使者妻子释放技能时会提升全队法相，仰东皇离哥或是山鸡老师的玩法，所以爱心使者搭配一个前排羁绊，例如斗士、护卫或者秘书啊，个人更喜欢爱心搭配护卫。追踪更多精彩内容，三连支持一下不迷路。既然玩法都是一样的，我们就不选啥外人了，直接六爱心奶妈就完了。简单来说一下阵容组成：奶妈主 C， 佐伊主雅，再搭配紫皮大蒜、瑶妹、达摩、琴女或者鲁班大师，组成六爱心使者。前排我们用鞍钢弹和牛魔凑出三小天才、两吉祥物和两名刀司命。装备上奶妈狗能 C 或者无尽换成巨杀，肉装给了鞍钢弹，专精装和海克斯看情况来。剩下的我们上对局说，这局是铲子局，开局第一个海克斯，我们直接满血拿下小巨人。化身云顶稳健哥，野怪给了一张佐伊小姐，直接把爱心转给安排上，再组成三小天才加鸡哥。小天才是我除答辩团之外最喜欢的前期阵容。然后我们就在大选之前遇到了一家梭哈哥，二杠三超级加倍梭哈五人口，第一次梭哈，第二次梭哈，第三次。再见了妈妈，今晚我就要远航。我们拉到五人口上个摇，两连胜来到石甲虫。石甲虫给了大棒、锁子甲和斗篷。第二个海克斯，我们拿什么呀？对了，拿街区啊，弟弟街区，梭哈哥最喜欢的海克斯。然后再拉到六人口，换成四爱心使者，魔韵青龙刀亚索。好家伙，关键控制是吧？连胜来到三杠六，马萨卡，脑子里面有一个声音，你也不想塌房吧？也怪之前我输了，太失败了。来到狼哥，狼哥就给了一个斗篷，一坨答辩狼。来到专精装环节，直接拿下奶妈的专精装，两败一胜来到大选。大选我们拿什么呀？眼泪。对喽，虽然我们可以让奶妈自己哭一个，但我们还是直接拿一个吧，这样奶妈的装备就够用了。东皇之前奶妈二星了，东皇哥回来又来了两张奶妈，追三星的最高境界还追你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化身梭哈哥 later 五杠二七张奶妈，我们又一张二星佐伊了，直接把装备转移。先看一下六爱心奶妈的效果啊！哈哈哈哈，鸡汤来喽！他奶奶的，怎么不喝呀？给我喝！他奶奶的，怎么不喝呀？给我喝！我的任务完成了，十五血三星奶妈差一张，你是在跟我玩欲擒故纵吗？啊，好吧，秘技，我给，我给还不行吗？三星奶妈已经就位，啊哈哈哈哈，鸡汤来，啊哈哈哈哈，鸡汤来喽！他奶奶的，怎么不喝呀？给我喝！他奶奶的，怎么不喝呀？给我喝！我的任务完成了，啊哈哈哈哈，鸡汤来喽！他奶奶的，怎么不喝呀？给我喝！他奶奶的，怎么不喝呀？给我喝！他奶奶的，怎么不喝呀？给我喝！我的任务完成了。你知道的，奶妈是一张优秀的棋子，重现 S7 奶妈舞会光辉，吾辈义不容辞。是。